看他打的乱文点的不要太好打。谁切广告了？这个打完再看，打完再看。他守着沙米拉不放给我，好难受啊！我没有存在感，可以。沙米拉打的乱文掉锤啊！我游戏开了，看完两分钟我还对不对线了？玩不玩了呀？还要教学咱们塞梅拉，教你玩呢。你们玩多少年了？你们啊？你玩多少年了？感觉我的弩变重了，也许这就是责任。今天老兵了，是不是？你死了就不回来。你这把打完慢慢给你放吧，别叫了。国产。把打完慢慢给你放呗。我也想看，我到时候从头看一遍，我还没看完，赶上厕所，我少看三十秒。我那女生长得还可以啊，那女的长。我给这么机会，我再往下斩，让他们压，让他们压。啊，让着吧，让着吧。我来了，我再赶，没事没事，我再赶。没事没事，死了。你拦了，我都不用学 Q 了，没拦了。没事，没死不了。Nice。来死来死来死。不变的是目标和精准。香蕉投一投，主播变成大光头。你们选几号？装备升级。我比较喜欢刚才他看过脸那个，穿红衣服的那个，感觉卡哇伊的那个。是魔退的风法。老板昨天洗浴洗怎么样？老板几点到家的你？我昨天没回家，我昨天直接住洗浴了。洗完那个，然后没住，然后我本来想在那里睡觉的，没睡。我洗完那个，然后又去洗了个脚。我操！到凌晨五点，然后我又去工地上了。我上班去了，今天只睡了三个小时。多三点蓝就好。还没有盾。好吧。操你个 DJ 臭狗！我多三点蓝就好。我想 Q 留个 Q， 你能闪现反杀他。Q 到了 ，Q 到了，有个减速。我闪现没有意义，他有 W， 闪现也杀不了，浪费一闪现没什么意义。我进化是想反杀的，但是我如果交闪，他有 W， 我也杀不掉呀。所以他没 W。关节好润呐，真猛啊！可以。配合的很舒服。关键帮我亲一下文轩哥，关键。对朋友，干毛呢你？爱你哦，文轩哥哥，没办法，我这波狗头人一丝血回家传送出来了满血，然后配合上他的赵信，然后给我砍死了红帽。关姐有点怎么感觉像公关呀？我操！你把他的职业都说出来。你打野可能又在上半区了，来抓他一波，打野，咱们打野谁过来抓他一波 ？OK， 我们抓上了。没看他被我一直没脾气了，就得来问。都好了。这边远人。是他 ，nice。打野估计，这边打野不是抓下就是抓上，没什么地儿可去的。哟，有人！跨五级，跨五级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完了，他那一刀劈出来了。拜拜！哎呀妈！我已经狩猎了一辈子。哦，这剑圣！哎呦，敢上头！
打不掉狗头人，很烦。哎，我的妈！干嘛还有妖姬呀、啊？打不掉。人家死夹子，他还睡觉了。我开始我们四个人一直在玩。哎，越了他吧，越他。他就一个 W，W 一交他就死了。换车，换你。我要躺，我躺。等一下吧。我发动打断你。这不是他没 T， 这不是他已经炸了。哦，他走位呢。T 好。站位了，这体应该刚好不到十秒，他第一波被我打回家的时候刚交替，这波又交替了，还行，二十七刀。我今天还把小龙出了，现在没事，我也在，我刷了红刷六个，他这还硬来。我的内心已经成长了，过去的我，我还有个一，我中路没法去抓他，很难受。而现在。我可以等一秒再下，他可是妖姬哦。主要我们是个沙弥拉，我们两个毫无配合，只能说。这狗头人，这狗头人不太专业，狗头人我感觉，狗头人，狗头人视频还是看少了，狗头吧，不是很专业，狗头人。跑起来他也怂，那是假的哥们。小布兰好像上来了，妖姬他残没事，他残血的。哦，那就是跑跑跑被你打跑了，可能出血了，我就上了一百。往上赶，我再往上。不用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我好杀，好杀，好杀！现在我这。这狗头人不是专业狗头。能懂小妞，是个妹妹啊。真的假的？我操，可以，打完拉回来，感觉感觉有点有点那味儿，感觉。冷懂小妞，可以。关键请关键 ID 是什么？河南老乡。我这敢。有病啊！河南老乡。他玩的我朋友的号。我死了呀！我操，牛逼！他死奈奈，还行，还是拖到你过来了。吓坏了，吓坏了！来个助攻。哇、哦！哎，这波可以，还有个助攻。这波还是闪现劈的。嗯。你大家没喊，喊了能杀。我的装备呢？战斗还未结束。得来，我没闪。我带的进化，狗头出什么都打不过我。我带的进化，他出什么都打不过我。他除非叫剑圣过来二打一。我要不带进化，我带疾跑，疾跑。但是我看对面有个曙光，我是为了团战，所以带个进化。如果对面没曙光，我就带疾跑。带疾跑，我出海妖裸个破败，不是裸个一千三就行。狗头没有疾走的，他没有疾走，拿你一点办法都没。这狗头人主要还多要攻，还挺贪兵的，可以帮下路，帮帮下路。甲午先锋可以帮你控一下，然后去抓下路。我下不出来了，下不出来。下路他们打不过我。还有其他哨兵在场吗？中单不用管了，路人。刚才其实我交闪有一定机会能活的。但我被剑圣卡了一个双刀红 buff 烫死，我就不想交这事。我没进化打不过他们俩，进化能打。我百分之百。他打不过我的。你操作了呀？
你有没有办法能帮他抓一波？啊！天哪，我野人刚好。没事，我等会来怪你。比我真不白啊！先生没闪，狗头人没闪。那是阳痿太难受了。哦，没理过。没有，我没进化，他一直控我，我动不了。那他死了，他死了。扯不开呀、啊。没事，他死。我还不能休息，直到把那些幽魂驱逐干净。啊，直播间有妹子可以一起玩啊！直播间有妹子优先啊，可以来上车啊。机会，我操，我怕被他打了，门槛好高啊。可以来上车啊，有妹子可以来一起。没妹子来个水瑞行。光明哨兵给了我更充老板还有妹子吗？再叫一个，你有吗？黑板。哦，暂时没有了，这个脸都碎了。关姐有姐妹没有？把你姐妹喊来。还没有。我操！关姐都没人跟她交朋友，性格还是古怪。再往下赶，这不他们你还要动小龙子。关键晚上吃什么呀？今天晚上。点了烧烤。我操，牛逼！膨胀了现在。烩面都不吃了，这他妈离谱！张松辉木，你点过来都泡弄了。你有病！烩面谁点？跟自己家煮啊！泡面都点。就住下路就行。临时援呀，这不跑的就好。风暴太疼了。哦，他出的风暴。哎呀，坏了，他阵亡！哎呦，亏死了！快走，你快走，他还没杀你，还没杀你。哎，他反杀！来，我来救你。走走走。再不拿他妈伏地流亡中路，主要是为了打击邪恶。动龙了，我动龙了。他有大招，有闪现，我他有月刃，有人，得到有人。天王老子来了，我就把他给拆了。这我又粉我能吧？他过来了，要。你们能支援他一下吗？把塔拆尾后。好的。剑圣好像在打五千峰呢。没事，龙也拿了，龙也拿了，哎、我换一个还行。绝不压正。W 马上好了。他还搁这装呢是吧？那个是真的呀。对对对，我打的那个是真的。我以为上面跑那个是真的。他想骗我。我想玩脑子。哎，这剑圣他妈的下路是你爹啊！自己来。我们都有各自的立场。我头已经崩了，可是玩不下。不过我有二百秒一个进化，二百秒才能杀他一次，没进化还不好杀，他带剑圣的嘛。我还出个水银，但是我也没钱这个，这再说。有几把可以穿这个钻戒。他该不会吃我的线吧？这个怎么办？是包哥，你要别去打他呀，你别吃我线呀。buff 啊，我们家。我还好。然后告诉我目标在哪里。我操，坏了，坏了！那意思，蚊子还走掉了。没办法，打得太慢了，我打下过去。峡谷肯定要拿的，不可能给剑圣的。死了无所谓的。我光没闪，剑圣没打，还行，也不会。这把我带进化后期好好打，我后期可以直接转无尽，不用出水银了。这把我再敢，我再宰他。
光没大没闪，光没大没闪，先生没大 ，OK。我和这些怪物还能。这面就德莱文稍微顺一点点。我好吧，我这个，我这个。哇，啊、这被换了，可惜。还行。Shut down。带装备伤害很高啊，他。我不需要证明自己是最强的。那装备还是可以的。我在哪？没事，关键下一波二对五了，懂我意思吧？鸡趴好了。你等我回个家。我们有个神。在圣光中燃烧。有猛翼吗？我还找还找猛翼，我他妈还找。谁在上路啊？又被俘虏了。找猛翼都他妈了。哎，下路可以开。我得到文来，找到文件，就得到文件。好闪！我操，他伤害真高，不过还行。他伤害太高了，没办法，他装备。我才伤害他三件多，我才一件装备，德莱文三件半，我才一件装备。我操，德莱文三件装备，三件半。又想骗我？他死了。还有个进化，他说还有个进化，他进化把我晕解了，不是？对对对，他解了，他解了。他怎么三件半了呀？哟，我丢了老毛啊！有点好。敢再敢再敢再敢！敢没事啊，杀完了。德莱文没闪，没闪，没闪，没进化。你把塔拆了吧。德莱文没有进化，没有进化，德莱文。德莱文打不过金克斯，金克斯还带个猫呢。哇，他伤害那么高！我中鱼了，是吧？好解好解好解 ，nice。Nice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。只要我一息尚存，好牛！休想干涉我的事情。踩一下 ，nice。啊、哦，这一下被他挡住了，啊，真是。没意思啊，刚才也就赢了是吧？文言打得过 Timo 吗？哎呀，妈呀，妈呀，妈呀，打不过。文言打不过 Timo， 线上打不过 Timo。也不一定，带进化线上可以打一打，如果带进化的话，可以打一打。不过后期也挺烦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哎，文言最近会很难受的情绪。很难受。德莱文有点顺。快！要旋转飞斧，来了来了一只曙光，他不敢过来了，他队友都死光了。塞梅拉怎么不找德莱文啊？塞梅拉，打得过德莱文吗？塞拉斯去。这就是责任的重量。给他打了好多波攻啊，这上面了。他们的曙光不跟着德莱文，没发现？他的曙光老瞎鸡巴乱动。哎，新武器不错。我没在追上。好的。来死！刚才那妖姬为什么要回去啊？我操！那边我在这里，我给了他两分。不变的是目标和精准。那、你现在伤害太高了。有时候想玩可以加我好友啊，妹子优先玩中路就行，混一混就行。
忘给加好友是不是？站在你们旁边，好有安全感。死完了！我操！怎么伤害？让这傻狗三杀了！操！我有点不服气，说实话。阿成坤者呀！没办法。